Ladies and gentlemen, I'm going to present my talk in Mandarin. Considering that more than half participants come from China, so organizer requiring me to speak in Chinese. So I just say sorry for the participants from the other countries of Asia and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 and Canada. 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实际上是我们就是比较最近取得的一项研究方面的一些结果。我报告的题目就是中国出现的高致病性的PERS 病毒，它的三四个氨基酸的缺失，跟它的毒力没有关系。在座的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大陆这个爆发这个 PERS， 也是由高致病性的PERS 病毒引起的，给中国的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在临床上引起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那么尽管在过去的两到三年里面，很多地区爆发 PERS， 尽管还有其他的病源，比如说PCV2， 比如说猪瘟病毒，这些可能有共感染的现象，但是那么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由高致病性的PERS 病毒引起的。那么这个高致病性的 PERS 病毒跟我们以前的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很多毒株，它的一个在临床上的致病性的差异就是，那么以前的毒株不会引起猪的死亡，那么这个高致病性毒株是可以引起猪的死亡，所以我们以这个来界定，它是低致病性的或者叫低毒力的和高毒力的或者叫高致病性的，这么来区分的。那么也并不意味着以前的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 PERS 病毒它就没有致病性，但是仍然是致病性的，那只是它不引起猪的死亡而已。那么在座的很多同行都清楚，那么在中国这两三年流行的所谓的高致病性的 PERS 病毒，那么在基因组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非机构蛋白二的编码区的三十个氨基酸的缺失。这个 PPT 变了一下啊，其中在481位的这个氨基酸，这个 PPT 有点乱了啊，481位的氨基酸缺了一个，跟以前的毒株比，所以这些毒株呢是所有中国分离到的高致病性的 PERS 病毒。那么另外在533到561位是29个氨基酸的缺失，所以加起来是30个氨基酸的缺失。这个跟以前的中国已有的就是毒株的序列来看的话，那么是它这个地方是它的特征性的一个是一个特点，那跟以前的中国的毒株来相比。所以那么现在这个毒株这两到三年的时间，应该这个毒株广泛的流行在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除了这个西藏以外的，应该说这个毒株很多地区都存在，而且可能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周边的一些国家这个毒株也存在。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养猪生产里面，应该说刚才介绍的缺失三十个氨基酸的这个 NSPR 缺失三十氨基酸的毒株，它是一个优势的流行毒株。同时我们从06到08年很多爆发 PERS 的猪场，我们扩增了42个 NSPR 基因的序列，那么我们做了全序的分析，那么其中发现32条序列都是缺失三十个氨基酸的。那么应该说最近的两三年这个毒株是一个优势流行毒株。
那么大家要清楚，实际上在中国的我们中国的养猪业生产里面，除了现在的高致病性的毒株外，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毒株存在。那比如说我们也发现只去世一个氨基酸的毒株，就是在 NSP2 只去世了一个氨基酸的毒株。我们从一些猪场同时也分离到扩增到没有去世的，就是 NSP2 没有去世的毒株。所以我这里讲中，实际上在目前我们中国的 PERS 病毒的一个现状，就是它的多样性，刚才莫塔教授已经提到了。那么 PERS 病毒具有多样性，那么同样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司机生产里面同样存在于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毒株存在于我们养猪生产。但是呢，这个 NSP2 三十个氨基酸的缺失，这个毒株它是一个优势的流行毒株。那么把这个毒株出现以后，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那么这个高致病性毒株它的 NSP2 三十个氨基酸的缺失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毒的一个标志？那么也说它这三十个氨基酸缺掉以后，是不是这个病毒 PERS 病毒的致病性和毒的就变强了？那么尽管我也不相信说它这三十个氨基酸缺就是导致它毒的和致病性增强的因素，但是我们要证据，是吧？我们要实验依据，我们要实验证据说它这个缺失跟它的毒力或者致病性没有关系。那么还有，因为还有很多科学家、很多同行都认为说，这三十个氨基酸的缺失可能就是导致这个病毒的毒力和致病性增强。那么跟我们中国以前的毒株来比，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的这项研究就是围绕这么一个问题。希望能做出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可能是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流行的高致病性毒株三十个氨基酸缺失跟毒力有关；第二个结果就是三十个氨基酸的缺失跟它的毒力没有关系。当然，从我们实验室做这项研究之前，我们想，我们需要能证实这三十个氨基酸缺就跟毒力有关系。当然这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当然我也在希望说可能还有别的结果，就是它可能没有关系啊。所以我想把我们的这个研究呢，给大家做一个讲解。那么在我们的这项研究里面，我们用到两个毒株啊，两个 PERS 毒株，一个呢是我们实验室从江西万年的一个猪场发生所谓的高热病啊，实际上是发生 PERS 的一个猪场，我们命名为江西万年06啊。这个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大家都可以从基因 bank 里面去下载啊。另外一个毒株是我们实验室在02年分离的一个毒株，这个毒株的序列和它的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发表的文章，也可以到基因 bank 里面都可以收到我们这个毒株的基因组的信息数据。那这个毒株呢，为什么实际上这个毒株从这个毒株来的？为什么现在我们把它命名为 HB1.3.9 呢？因为原来我们最早分离的这个毒株是用猪的巨噬细胞来分离的，那么当时它适应不了 MAC145 细胞。后来我们把它经过盲传了几代以后，在 MAC145 细胞上面长了出来，所以我这里讲是 MAC145 细胞适应的毒，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减毒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低代词的，所以没有让它传代，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说减毒以后的一个毒株，实际上也说它仍然是致病性的啊，仍然是致病性的。那么这两个毒株的差异就是，这个毒株呢感染猪以后不会引起猪的死亡，那么这个毒株感染猪以后呢是可以引起猪的死亡的，所以一个是高毒力的，一个是低毒力的。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从江西万年分离到的这个毒株呢，它是高毒力的，它可以引起这个岳肥猪和保育猪的死亡，保育猪的体温反应啊，这个跟临床上的体温反应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表现为体温升高，啊，高的可以到41度啊以上一点点。另外就是我们接种，
接种保育猪和右肥猪以后，那么保育猪五头猪全部死掉，那在13天的时间里面，那全部死掉。那么右肥猪呢，最后在3个礼拜之内还剩了一头，就是死掉了1/4。所以这个毒株呢，应该是那就是高致病性的，跟我们其他国内的其他单位分离的毒株应该是特性是一致的啊。那么基因组的序列呢，应该也基本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刚才讲的我们02年分离到的这个毒株？因为大家看，我们02年分离到的这个毒株，应该说从进化树来看，跟我们的高致病性的毒株06年出现的高致病性毒株，它在基因亲缘关系方面是最近的，啊，亲缘关系是最近的。那么它从实际上从这个进化树，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出现的我们中国大陆出现的这个高致病性毒株，应该是我们国内自身的毒株演化过来的。那么从现在已有的信息来看，啊，应该是跟这个我们手里的这个毒株有亲缘关系啊，那这个毒株呢又跟我们国内最早的一个毒株有亲缘关系。那么这两个毒株之间全基因组序列的同源性是97.4%，那核苷酸在核苷酸水平上面它的同源性是97.4%，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里面选择这两个毒株应该说比较有代表性啊，比较有代表性。那么我们的一项工作呢，主要是通过一个利用反向啊遗传操作技术，构建4个这个全场的 cDNA 克隆。这个技术我就不详细的讲啊，在座的可能很多同行都知道。我们构建了2个啊已生型的病毒，那么从2个亲本毒株，通过感染性克隆技术拯救出病毒啊，另外2个我们笼统的称为重组的病毒。那，就是由这两个亲本毒啊，通过感染性克隆技术构建出的重组病毒。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是从整个亲本毒株原封不动的，就是不做任何改变，基因组哈，不做任何改变出来的一个毒，就感染性 cDNA 克隆。那么这个呢，我们是用低致病性的不引起猪死亡的这个毒株跟江西万年06的相同区域的片段去替换，就是这个片段是从这个毒株来的，那么其他的部分呢都跟这个高致病性毒株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把它的缺失的部分用 HB1.9 这个毒株替换掉。那么我们希望说替换以后啊，用这个毒株实际上是把它的34个氨基酸的缺失给它补齐。那补齐以后，我们来看这个拯救出来的病毒，它的致病性是不是发生了变化？那么另外一个感染性克隆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低致病性的，它跟高致病毒株刚才讲同源性达到了97.4%，所以我们就是利用感染性克隆技术把这个毒株按照江西万年06相同的缺失的氨基酸位置给它进行了缺失，那这个缺失的位置跟江西万年缺失的这个位置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同。那么详细的细节我就不介绍了啊。所以我们拯救出这4个病毒啊，4个病毒，有2个是亲本完全一样的啊，另外2个就是我们可以暂且把它笼统的称为重组病毒啊。系列的鉴定试验，这个病毒拯救出来以后，我们做了一系列的鉴定啊，包括免疫。用免疫荧光试验去鉴定拯救的病毒，我们手里两种单克隆抗体，一个是针对 PERS 病毒 N 蛋白的单克隆抗体，一个是针对 PERS 病毒 NSP2 的，就是非结构蛋白2的抗体。当然，我们这个抗体是针对的，它是没有缺失那部分表位的这个抗体，单克隆抗体。但我们这个我也不细讲了。我们做感染性克隆都需要涉及一个遗传标志啊，有利就以便跟那个亲本的病毒来进行区分。所以我们主要是在构建全场 cDNA 克隆的时候，给它构建一个相应的酶切位点啊。所以我们构建了我们对这个拯救的病毒呢进行鉴定，对扩增的片段进行酶切啊，进行酶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四条甬道呢，我们用这个酶去掉以后，这个拯救的野生型拯救的病毒呢，可以切成两个片段。同样，我们用 HB1 这个相同的片段替换以后的这个病毒呢，用这个酶去以后，同样可以切成两个片段啊，两个片段。那么对河北1.3.9这个毒株呢，我们亲本的病毒拯救以后，被这个酶呢也可以切成两个片段。那么去世以后，去世30-氨基酸的这个河北一这个毒株呢，也可以切成两个片段，所以对它进行鉴定。那么同时我们鉴定我们拯救的这几个病毒，它 NSPR 的长度，我们采用 RT-PCR 扩增，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没有缺的话，应该是772 ppb。那去掉这个90个碱基，是吧？682 ppb。所以一扩增，从这个带的大小可以看出来。那么同时呢，我们拯救的病毒呢，我们也分析了它在体外，就是 MAC145 细胞上面传带的一个稳定性。应该说，我们拯救的病毒在体外 MAC145 细胞上面传带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数据我想不多讲。那我们做了一个一步生长曲线，就是拯救的病毒在 MAC145 细胞上面它的一个生长的动态。从这个图来看呢，我们从亲本毒啊拯救以后啊，还有我们用 HB1 的这个相同的片段置换以后的这个病毒呢，它的从这个来看呢，它的前面的这个病毒的增长速度似乎在 MAC145 细胞上面有所减慢啊，有所减慢，但是实际上呢，到后面最高低度的时候，有一点差异啊，有点差异。那么这河北1.3.9，我们缺和没有不缺的，还有跟亲本毒，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在 MAC145 细胞上面生长。实际上，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拯救出这4个病毒，它的致病性的如何啊？实际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到底我们拯救的这几个病毒致病性是吧？这个尤其是我们用河北一的替换以后，还有按照江西万年06的去世30个氨基酸给它去掉以后，它的致病性是否改变了？所以我们的实验，我们分为7个组，每个组5头子株哈、啊，那么除了2个亲本毒，然后2个亲本毒的拯救病毒，还有2个重组的病毒，加上对照啊。那么我们攻毒完了以后，要看猪的临床症状。那么我们对于江西万年06，还有用河北一的这个相同片段替换以后，江西万年06的这个毒，然后它的亲本毒，其实在临床上表现的症状是几乎完全一致啊。同样体温升高，皮肤发红啊，最后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可以想到啊，应该猪毒死掉了。而从河北1.3.9这个毒株拯救的病毒，还有我们按照江西万年06的相同的位置给它去掉30个氨基酸，还有它的亲本病毒，应该说都没有明显的，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只是偶尔体温升高的时候，精神状态有些显得比较差一些。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些猪在我们的实验器里面，这些猪都长得很好，没有死啊，没有死。那么体温反应也可以看出来，是吧？所以无论是我们从江西万年06这个高致病毒株拯救出的病毒，还有我们用河北一替换以后的这病毒，那么加上亲本病毒，它的体温反应实际上都可以上到40度以上，有的天超过41度哈。而那个这个河北1.3.9拯救出的病毒，加上去掉30个氨基酸的这病毒，还有它的亲本毒，有体温反应啊，有体温，但是不如高致病性的毒株。啊，不如高致病性毒株。那么从死亡曲线呢，也可以看出来，是吧？我们江西万年06的亲本病毒呢，应该说在10天内，那所有5头猪全部死掉。那么从江西万年拯救出的这个拯救病毒啊，用感染性克隆技术拯救出的病毒，它在14天之内，哈、啊，猪死掉了。那么我们用河北一的相同片段置换以后的这个病毒呢？它的死亡时间
就是延迟，也就是说猪的存活时间延长，那么到17天猪才死掉，那存活时间有所延长啊。而河北一3.9啊，河北一3.9，还有包括拯救的病毒，加上我们给它去掉30个氨基酸的这个病毒，那么在3个礼拜之内，就攻毒完了以后3个礼拜之内，猪都没有发生死亡。那么这个是我想给大家总结我们猪的死亡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用江西万年，这是一个亲本病毒，那么所有的猪在5到10天全部死掉。啊，那么用拯救的病毒呢？从江西万年06拯救的病毒是在7到14天5头猪死掉。那么我们用河北一替换以后的这个病毒呢，在10到10天之内，那5头猪死掉了，也就是说它的猪的存活时间是延长的。那么对于河北一那3.9还有亲本病毒，加上我们去世的30个氨基酸的这个病毒，在整个试验期内感染猪都不发生死亡。所以呢，我们用河北一的这个片段替换以后，江西万年的这个毒啊，替换以后，就是相当于把30个氨基酸给它补平以后，这个毒呢对猪仍然是致死性的，啊，尽管存活时间延长啊，仍然是致死性的。那么对于河北一，我们给它去掉了30个氨基酸以后，这个病毒呢仍然保持了低毒力，那跟它的亲本病毒一样，嗯。当然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还做了它的病毒血症血清里面病毒血症的检测啊，所有感染猪病毒血症的啊，就血液里面的病毒载量的一些检测做了一些分析。当然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毒株，就是河北一3.9这个毒株，那么病毒血症在血清里面的病毒载量，它似乎低于啊，从我们的结果来看，低于我们的高致病性的毒株啊，从在血清感染以后，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高致病毒株一感染猪以后，病毒血症上得很快，而且血液里面的病毒载量很高啊，所以这是一个发现。而我们使用的这个毒株呢，它病毒血症是有啊，但是载量没那么高。还有一个现象呢，我们分析了感染猪的 N 蛋白的抗体反应，那用 ELISA 来测定感染猪血清里面 N 蛋白的抗体，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这批试验来讲，我们发现我们使用的 HB1 这个3.9，刚才讲，尽管病毒血症是有没问题能检测到，但是它的 N 蛋白的抗体反应不是所有的5头猪都出现阳性，它的转阳的时间比我们的高致病性毒株要晚，所以也就这意味着，似乎从血液里面病毒的载量和对 N 蛋白抗体的免疫反应来讲，似乎我们的低毒力的这个毒株，那它的在体内的增殖的情况不如我们现在的高致病性的这个毒株，那么这个在体内的快速增长还有病毒血症的这个量很高，那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高致病性毒株有关？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关系，因为前面已经有相应的一些研究报道，是逢毒力强的 PERS 病毒毒力一强，它在体内的增殖速度越快，嗯，所以可能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发现我们中国出现的高致病性的 PERS 病毒30个氨基酸的缺失跟它的毒力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下了这么一个结论。但是呢，我们中国的这个高致病毒株 NSP2 的缺失呢，可以用于区分，就是我们自己的中国的高致病毒株跟其他的白美型毒株的一个可以做一个标志，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普遍意义上说这个NSP2 30个氨基酸缺失就是高致病性毒株啊，它可以作为区分其他毒株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可以在设计分子生物学诊断，就比如说 RT-PCR 检测的时候，可以用它作为一个 marker 啊，但是不能广泛意义的说就跟毒力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这篇的工作呢，很高兴的就是今年已经被病毒学的权威的杂志啊，就是JV那已经接收了，下个月可能就能出来。那么在座的一些同行愿意看，可能下个月就能看到我们在JV上发的这个工作，嗯，应该说在国际病毒学上比较权威的。那么这项研究呢，感谢我们承担的一些基金项目啊，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础青年基金，
还有我们973的计划啊。同时我要感谢我们参加这项研究的我的所有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还有我的同事，另外还有我们美国的 South Dakota 大学的方英博士给我们在感染性克隆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指导，所以才使得我们的这个研究取得突破。那么同时呢，我要感谢麦克摩托教授，也可能他不希望我这么感谢他。我要感谢这个麦克摩托教授给我们这项工作的一个高度的评价。好，我想谢谢大家啊。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Yang. We might have some time for one or two questions.Any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Okay. All right. This could be a little bit hypothetical scenario, maybe from my side, Professor Yang. What is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a recombinant highly pathogenic strain in China, showing with the GXWN and HB1? Is there a possibility that you might, you know,I think we don't have evidence regarding the recombination between the previous strain and the current strain. Mm-hmm. I think we don't have evidence.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happen. Yeah. We need to further research. Sure. Problem. Okay. Yeah. Yes, sir. Yeah, good morning. Yeah.Do you have any other strain that has no 30 amino acid deletion, but it is pathogenic? In my hand, we have some strains isolated from colitic samples during the past 2 years. But we are doing the analysis of pathogenicity.In my hand, we have one strain with only one amino acids and residue 481. So we don't have any results right now.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Yang. Thank you.